and the men I met along the road were my only summer. At night, I fell asleep with visions of myself dancing and laughing and crying with them. Hey, Mom. I just got up the taxi, but I don't really like this place. I want to go back to France. Sheri, 妈妈这几天在北京忙，你和爷爷待几天好吗？忙完了我就去接你。 Fine, but just a few days. 你按照我发你的地址找一下，五道营胡同73号，爷爷已经在等你了。 Okay, I'll call you back if I don't find it.这里刚回来，坐了很长时间飞机。我给你准备点吃的，咱们吃点饭好吗？我不想吃这些。不想吃的，想吃什么？哦，我明白了，你想吃你爸爸的面包，热，咱们让他休息，这样吧，这是我们中国的面包，豆沙包，你尝尝。 那怎么这样？咱们石头剪刀布，谁输了谁吃，好不好？好吧。一、二、三，哈哈哈！庄爷爷，庄爷爷。 东东们，来，进来，很高兴啊！张爷爷，听说有朋自远方来，对我们家孙女回来了，你们好朋友雪梨，来，有个小朋友来，好孩子，这是我们的邻居东东，这是我孙女雪梨，我说吧，你好，雪梨。 你是老北京，带我们去玩好吗？雪梨，你会中文吗？啊，你交流就行，你教我句法语吧。 对，是，对了，这下好多了。 这个呢，就是祝你好运的意思。雪梨，你平常喜欢做什么呀？嗯，我喜欢画画，还有跳舞。你呢？我喜欢书法、武术。这个，你教你几招中国功夫吧。好呀，我想要学到像布鲁斯的那样子。手指往后勾一点，手臂抬高，对，很好。 这个是抱拳，代表尊重和礼貌，也有感谢的意思。那谢谢东东师傅教我武术。哎，你去过北京的长城吗？长城特别的长，要爬好久。嗯，还没呢。不过你去过我们法国的埃菲尔铁塔吗？有那么高呢。高到云里去了。嗯。下次我带你去法国看埃菲尔铁塔呀。好呀。 此后的几天，东东总会出现在雪梨家门口，而雪梨也会热情地招呼他进来坐坐。北京小伙和混血女孩的友情正在一步步升温，也让雪梨收获了一份来自故乡的情谊。雪梨，你知道吗？汉字的基础是象形文字。什么是象形文字呀？就是像图画一样的文字。你看，田。 像四个小方块一样，像真的农田呢。哇，汉字原来这么有趣呀！你再看朋友的朋，
由两个月组成，由也是由两个又演变来的，说明两个人有共鸣，能玩在一起就会成为朋友。那我们是朋友吗？你愿意和我做朋友吗？当然愿意啊。那就一言为定。Sheri， 大西来了，你妈来接你呢。就是你想我，我们都想回去，明年再来，或者随时想来就来，好吧？好，起床。来了。雪梨在吗？雪梨跟他妈回法国去了。他会回来吗？会回来，回来你们还一起玩，我也欢迎你。我等着他。好，进去坐着了吗？好，再见。谢谢。再见。慢慢走。雪梨，你妈经常把你唱歌的视频发给我，我看了很高兴。今天给爷爷唱一个好吗？可以啊，小星星可以吗？好，欢迎。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, how I wonder what you are. 爷爷看你唱那么好，我这破嗓子也唱一个《风声记》的一段。我正在城楼观山景，耳听得灯晚乱纷纷。